那我们一起欢迎 KNT。
一下，那个好久不见，来来来，去年没有参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今年觉得怎么样？越办越屌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是想说，就是今年觉得这个水准怎么样？去年有来看吗？去年有啊。有啊，那你们这一次觉得参加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排了多久？我们排了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，那你觉得你们这次有没有信心可以进入四强？有。好，刚才不小心跑出来，希望裁判大家那个分数算我的，扣我的，不好意思。好。